和平精英绝对在咱这儿安插卧底呢，绝对的，兄弟们。上次我抽这个军区的视频，不少兄弟在评论说，说丑的不要，丑的牛逼的绝对来一套。你们这一下子好像给他设计师的自信心干起来了。这个设计师兄弟们绝对是一个人才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从评论里看到了你们说的丑的不要，丑的牛逼的必须来一套，然后又听到了视频里我说的，我说这皮肤没有小袜袜小裙裙怎么买，这设计师牛逼吧，直接把这两个东西给结合了，真是小麻雀刀牛屁股，确实牛逼呀，兄弟们，这皮肤一出，兄弟们通杀，这简直就是迎赵摸电门赢麻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！以后你们话可别乱说了，这以后马哥天天给咱们出丑的牛逼的，可咋整啊？但是你这个一次出两套军需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！这不知道是最近是不是各种事件给这个和平精英闹的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他低调了，兄弟们？有没有感觉天天就是几乎都是小轮盘，好像他在害怕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伊莫这一轮这返还这么狠吗？刚才返90，现这回返64，这回返48。衣服来了，保底。这个抽出来，不对，兄弟们，这抽出来这个效果怎么感觉？我怎么感觉看着，是我心理问题吗？我怎么看着感觉跟这个预览的不太一样啊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我就看这个，这里面感觉就是腿贼细，身材比例贼好，贼苗条，贼有那种气质。我怎么到了大厅里，兄弟们跟他们矮土豆似的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画面绝逼带滤镜，这啥呀？又他妈上当了，抽快了，兄弟们，抽快了，又上当了。